回过神来看到老北北还在三楼受困，马上再加入救灾的行列，顺利的然后到北北坐下，这样子。好 ，OK。说实在，他看到他的对面三楼那一个就是在上面等待呼救了，非常的紧张啊，所以他在整个操作的流程当中不是很顺，所以他可能做单没有确实把它翻下来，他就马上要跳到那个操作栏架去去升体，他就不工具，工具就整个上面大米怎么下？那这样子是人为是操作上的，在操作的成分比较大，操作。